戒不掉的瘾瘾，朋友们好，我是大饼，我是任秋。补充一下，这里是薄荷糖工作室出品的一档网络博客节目《瘾瘾》。饼老师怎么这都忘了？好久不录了，我都陌生了。那个，我刚才在录节目之前倒了一下啊，我发现我已经有七八期没参与这个瘾瘾的录制了啊。七八期别人没概念，七个月啊，七个月，七个月，多半年了啊，嗯，也就是一八年，这是我一八年的第一次发生。对，今天是2018年的6月4日，这个是个好日子，是个好日子，是我们那个都喜欢的一个叫做毕赣的导演的生日，啊，对，我们祝他生日快乐，哎，希望他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没错，哎，对，关于毕赣这，我可以多说两句，嗯，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和老卢在聊戛纳嘛，啊，毕赣的那个新片《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入围了戛纳一种关注那个单元嘛，嗯，但是。当时是因为它还没有上映，所以看不到一些评价。后来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外媒的评价以及前方记者的一些评价，嗯，我们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一部作品，至少在形式上是有所创新的，给这个整个电影界吧，反正我觉得是刮来了一阵不是清新的风吧，很猛烈的风吧，因为老卢就关注这个形式创新嘛，我觉得这可能更对老卢的胃口。嗯，好吧，老卢这个人，哎呀，老卢我也很久没见了。我感觉确实一下子跟这个，如果是把我们这个节目作为我和这个，哎呀，这个世界的一种联系的一个窗口的话，我已经那个消失太长时间了，嗯，有点窗口一直被关闭着啊。对对对，因为我刚才想了想，那个一直都没有特别。要说话的这个欲望了，而当然也是因为一直也没怎么看电影，呵呵 对看电影这事儿一度都有点儿，有一点打不起精神。但是饼老师还每天坚持那个写北京童谣，嗨，我坚持了多长时间了？天天看你写，看得我都起茧子了。应该能够坚持一年多吧，这个事儿。嗯啊，那就是说预计一年多啊。嗯，这个对，反正。你看今天天气还挺热的，然后我这个伤风感冒也没好利索啊，嗓音也不太对，中午还喝酒了，然后这个很仓促哈，嗯，对，下午录节目你中午还喝酒，哎，所以很有可能胡说八道啊，大家多多担待啊。其实我刚才在录节目之前导往期节目的时候还能看到好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证明还是有人记得我们，记得我的，啊，记得饼老师，啊，我一直在你看还是露个面吧，啊，虽然下一次露面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没事，反正咱的节目也不定时更新，下一次节目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说白了就破罐破摔，对，对，然后这个为什么这今天要说了呢，也是因为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这个没有我的节目实在不好听，太难听了，不好听，绝对不好听，什么破玩意儿，别说跟我有关系，所以不行，我得发一下声，对对，是你饼老师不在，我现在只好跑到知乎 Live 上去开那个讲座了，哎，实在没辙了，不能录播客了。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不是，那我还得说一声，现在我毕竟转到那儿了，就知乎 Live 上我可能未来呢会做一些专题的这种讲解，又给人画饼，又开始，哎，对，每次都是画一堆饼，你占据了一堆坑还没填完呢，没填完的，哎人生就是不断的挖坑填坑或者不填坑的这个过程，那我们还是挖的多填的少，对，就原谅我们吧，行吧，那么我可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吧，我们这个聊一聊一部叫做《爆裂无声》的电影。我替饼老师说吧，为什么要聊这部电影呢，啊，是因为饼老师近半年就看了这一部电影，多讨厌多讨厌，他说的对，我除了看了几集，你看了 几集这个美剧以外啊，就没怎么看过电影，对，啊，不过其实我骗你了，嗯，其实我自己偷偷的看了一部头号玩家，自己去电影院买票看啊！我都没到电影院看，对，那个我是其实是想聊一期的，是，我本来想拉着老卢一块儿来。你怎么能拉他聊呢？那么无趣的人。关于这个话题，我和老卢交流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关于未来的世界，电影会不会被游戏所取代的问题。
又来了啊！对，现在就是越来越，我们觉得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啊，因为游戏所能展现的啊那种空间感、那种体验感，是电影远远不能比拟的。嗯，是，好像是吧？我也不玩游戏。我现在都准备要玩游戏了，你想，我现在时间很多，没法跟你比。嗯，我们都是越来越堕落的。嗯，对。那么咱暂且不提老卢这个、这个人啊、这个事儿哈、这个暴流无声确实是我近期看的这个为数不多的电影之一。然后因为他的主演那个叫宋阳的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啊。以前在这个聊是柳白猿嘛，柳白猿对师师傅，师傅都有他、啊、都聊过。哎，我可的踪迹也是他。对对对。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然后他在这个《暴裂无声》里的表演，我觉着还是能够给我留下一些印象的。我都不敢说是好不好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敢说评价性质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感受。我们现在不去评价电影，我们就说一说各种八卦吧。说的这，我倒想起八卦，就是。因为徐浩峰最新的片子那个刀背藏针没有找宋阳来演，为什么呢？是我专门还查过这个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对呀、为什么呢？因为徐浩峰导演说了，人和人的缘分呢，也就三部电影，就我所以就这样了，宋阳呢，我已经跟他合作过三次了，未来的路就可能看他自己了、他本来打算和廖凡合作三部的，谁知道只合作了一部，第二部都没合作成。你是说刀背藏身本来的想找廖凡的、他之前就是师傅里有他是吧？对啊，那不第一部吗、但是好像没成功，最后那就是缘分更少。哎，对对对，所以徐浩峰导演是很神的人啊，就是好行行啊，培养了宋阳那么长时间，让他学了那么多武术，然后就开始缘分随缘吧，随缘吧。就可以瞎算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宋阳在这部电影里也有一些这个动作戏哈、打斗的这种呈现，这种表演的打得还挺真实的。对对对、这个难免让我想起这个叫黄海的一部电影是吧？对吧，这是为什么呢？任老师又发出了那种很自信的微笑。因为这个看了很多访谈，我也知道，因为包括我看的时候就非常明显的看到他有两大段动作戏，一段是不叫模仿吧，借鉴自黄海，一段是借鉴自老男孩。而且关键是这个团队本来背后这个动作指导的团队就来自韩国。哦，原来是这样，那难免就这么像了。当然也加上了人家宋阳自己的一些武术嘛，毕竟对吧？徐浩峰叫的指导出来的演员，不光是宋阳在徐浩峰电影里打斗还有点这个招式的感觉，虽然也不是很花哨，但是在这里就感觉哦，就是蛮力的那种瞎打，但是还挺好看。作为他那个角色，就有点像《黄海》里边何正宇扮演的角色嘛，就是一对吧，小混儿，不叫小混儿，农民啊，但是就能会武术，不叫会武术，就能打啊，也就能让人感觉对。整体这个电影的气质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哈。这个也是放在了这个中国的西部啊，这么一个内蒙古，算是内蒙古的那么一个。他说是赤峰的附近。哦，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最近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在晒啊，去过中国的哪些地方？反正人都去的挺多的。西瓜足迹，我也上去点了点，你也点，没敢晒。什么心理？行吧。对，因为我去过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当年做销售的时候去的，是大城市，都是大城市，而且都是不会往那些偏远山。对，你看我那足迹都在中国的东部，从南到北都在东部，但是对，但是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回到这个地方了，借着露营也倒霉节目，有嘛用？对。嗯，对，我们做的就是无用的节目嘛，对吧？这个，但是啊，
那个严肃一点讲，还有很多有一些朋友还是怀念我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说一声，我还在，嗯，有我在，节目也还在，对，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对，我们已经从头再来了，嗯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抛弃了影饮的这种商品的属性，现在就完全回归了一个纯兴趣的节目，所以录的会扯一点啊，也没有什么深入分析了啊，咱们不做那些东西，真的不下去啊，太费劲了，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太痛苦。OK， 咱们说回来说内蒙嘛，内蒙对，唯一能够吸引我的可能就是羊肉好吃，别的我就哎呦，我就不觉得这地方还有什么理由值得人类待下去。嗯。对，确实电影里边也出现了很多这关于羊肉的。你看那个姜武演那个那个不叫煤老板，反正矿主矿主对啊，你在吃那吃羊肉，他连啥菜都不就就吃羊肉，多腻啊，一桌子羊肉，桌子羊肉啊，后边先切的，先切，而且那个电影里对那个切羊肉那个机器有几次特别这个具体的这种描写，嗯。我觉得还挺有，应该是有想法，有意图的。嗯，那种冰冷的那种大机器，我还在当时还想，我说为什么？因为电影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没留给我太多的时间啊。我想为什么这个枪手机器设计的这么夸张呢？嗯，其实我当然生活中也见过，是吧？嗯、以前没注意，但是呢，他在用镜头语言表现出来之后，呈现的那种机械的那种冰冷的那种重复的那种很有质感的。那种感觉，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呢？中间还有掉入一个异物，崩了一次，这个崩出火花来了呗。对，啊，我就觉着不知道是不是导演的个人的恶趣味。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象征吧，因为他这条线上，羊肉这东西可能在这个电影里边有太明显的象征意味啊，就是所谓的那种弱肉强食啊，啊，食物链啊，引申到人类就是怎么阶级固化呀，阶级斗争，反正甭管这些吧。这么一说就没意思了，就挺没意思，所以我们不往这上引申。但是您说的这个，你说如果他非要排这个机器的话，我给我的感觉还是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那种感觉。啊，是一种强行的切割的，哎，那种感觉是传递出来的，任人宰割嘛。那么其实里边宋阳那角色不就如此吗？虽然他有点蛮力，又能怎样呢？他通过他个人的叫抗争也好，叫努力也好，还是改变了这个事情的发展的一个走势了，是吧？对，他最后让那些矿主和律师都被抓了嘛，但是。其实这些并不是他的最开始的这个目的，他只是想找儿子呀，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对呀、啊，至少影片里没交代出来找到。没错啊，尸体到最后也没找到，对，甚至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对，而且事情的真相是最靠结尾的一幅画告诉你的，第四张画。对，所以那画画多重要啊！对呀、啊，还得可得学会画画。他埋了挺多伏笔嘛，那小孩在前面戴了好几次那个奥特曼面具出来，想要跟他们说什么，但没人听。那个小孩好像也是一个语言有障碍的孩子，嗯，至少是对，反正是智力有问题，对对，有点问题，对对对，没人想听他说什么，其实这是个呼应嘛，他没人听他说话，那宋阳的角色都不愿意说话，别人也不听他说话。宋阳的角色我一度以为是没有语言的功能的，嗯，那这里边的影片里有交代的，说少年时候打架伤了舌头，从此不爱说话。也许就是心理上不愿意说，并不是功能上不具备，或者说时间长了也就真丧失了，就退化了，哎，退化了。反正他一直不说话，弄得我还挺着急的，嗯，对吧？因为他电话都接不了啊，对，别的还能比划，你电话怎么办呢？他也能打电话，你发现他和哑巴不一样，就是哑巴会咿咿呀，他那个他连那都没有，他就不出事儿，他无声嘛，所以我得替他说两句。对，太憋屈了。丙老师得替他拔拔错。哎，没有，好，可没有，没人能打，没人能打。因为毕竟这电影里还是涉及到了一个孩子嘛，对吧？嗯、有孩子这个情节，总还是容易让人们这个温柔一点的。嗯，所以我觉着还有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对，还是这个你叫温情也好，叫啥也好，还是有的。嗯，没有那么冰冷冷啊。你看那个。因为我今天这个脑子也是完全这个不知道在哪，你看那个姜武，有姜武我就又有那种环境的交代，我就想到那个贾樟柯那个天注定是吧，
哎，那里就比这要残酷的多嘛。对呀、啊，是吧？对、啊，直接爆头了，那对吧？啊，就解决问题嘛。啊，对呀、啊，你这个你这个靠拳头是差点事儿、嗯。对，了不起拿个弓箭，还做那么复杂呀？弓箭、哎、那弓箭何苦呢？何必呢？大把大砍刀不完了吗？所以我就是行尸走肉看多了，人家就是斧子或者枪就完了。对，对弓箭，哎呦，急死我！其实弓箭它某种程度，你又觉得弓箭有象征意义？那没有，它有种审美的东西在里面。嗯，审美，你别跟我提审美，哎，这个我还真看过一本叫做《学剑无禅路》，这个弓箭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运动。它不是六艺之一吗？哎，还是挺。就是不是靠蛮力能够掌握的一个事情，没错没错、嗯。所以人家姜武作为一个有钱的这个矿老板，有这个爱好，我觉着还是有一点这个浪漫化的处理的。嗯啊，不管他射箭是为了表达他的什么，也许就是去猎杀什么什么。嗯，但至少我们通过看。啊，射箭这个行为，嗯，还是能够联想出一些比较浪漫化主义的东西的。嗯、我反正是我能够想的可能太多了哈。对，或者说呢，嗯、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一个电影叫《五彩神剑》啊，我也看过啊，对啊，对，看过那个万马柴旦的一个作品、嗯，那个比这个阳光多了，励志多了、嗯嗯。对，因为那本来就是那个政府那个出资来拍的宣传片，嗯、但是我想说，他那里边就是吧，就是你用传统的弓箭，就是最简单的弓的时候。嗯，那么可能你射箭的那个准确度全靠你自己的人的悟性和那个感受手感。对。那后来出现了这种高级的类似于弩的这种弓箭，高级就像姜武用那种、嗯、就不耻用这种东西射太准了，这高科技。对，高科技了，你没有手感了，就是有点投机取巧的感觉。有，对，反正就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一些所谓的冲击。中午今天我那个群里还有人讨论这个人工智能机械手画画和怎么怎么着。嗯啊，这个只能是当一个话题吧，我们可以这样延展下去又没完没了了。嗯，对对，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入侵各个领域了、哎、这个话题又聊起来没完。就入侵吧，就真的如果能入侵了那就让它入侵吧、嗯、这没有抵抗，没有什么意义，是吧？对对对，嗯。我说回吧，说回姜武啊，姜武，我以为你要说射箭呢，我还说想说箭矢柳白猿呢。啊，那就来来来，继续说射箭。箭矢柳白猿不也是一个挺传统、挺那种原始的那种弓箭吗？对啊，那你看对箭的这种形制的这种刻画，那个显然要比这个跟这个电影里的箭完全不是一个。所以你刚才说的什么学箭误禅路，一定是用传统的弓箭，你用这种现代的弓箭是绝对误不了路。那更多的是物理学的、科学的、西方的东西，而咱们说那种类似于禅这种东西的东完全完全东方的东西，就它自然就有不精确性，才有那种让你回味的空间。对，所有的人参与的事情都是因为有这些。你叫随机也好，叫这个误差也好，嗯，但是魅力都在于此，是吧？对呀、啊，对。所以说，你说你可能看徐晓峰你这种感受，你看武术是一个这么博大精深的东西，但是发明了手枪，对武术会武术人来讲，手枪是个多么罪恶的东西，随便拿扣一啪楼下扳机就打死了。关键人家武术的目的又不是要谁的命啊，嗯，对吧？是最核心、最本真的东西，还是对自我的一些约束和修为吧。啊，不是为了弄死谁哈，弄死谁你大师傅也行，是吧？对，是那个勇敢的心啊，那个那勇敢的心，不是停。所以咱只是为了说明姜武这个射箭的技术可能并不是太好。没错，他就是一个有钱的矿主，有一些。貌似比较雅的爱好，对，这样说比较合理，对，和这个电影中的他的身份。对，其实你看他自己的公司的那种装扮也是，外面就是一普通写字楼，对啊，进了那个写字楼格子间之后，再进那个他的门里边以后，我、哎、去，像一个密室，密室金碧辉煌，各种弄得像一个很小型的一个狩猎场，是吧？一个对射箭的场地，嗯，证明他就是有钱了，想要。实现他的一些追求。嗯，对，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种成功人士成功人士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
说羊肉的事儿，我可以再回来，我可以插一段关于我一次吃羊肉片的经历。你吃出什么了？文化。多讨厌，吃羊肉片就吃羊肉片嘛，你吃出嘛文化了？你要吃羊肉片能吃文化，你吃薄饼也能吃文化。关键就是我想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呢，是因为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说什么啊，就是当时是在北京的皇城根的一家涮羊肉馆。哦，啊，对，这个涮羊肉馆呢就是自己住家开的一个四合院。然后我们进去，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完全什么也不知道就去吃了。跟着我们老板，当时我们老板带队去吃的。到那儿之后上了一各种羊肉，看起来都是羊肉片，其实部位不同。部位哦，取自羊的不同身上。对对，然后包括小料，因为涮羊肉不就主要是羊肉和小料嘛。小料没有。然后我们就问老板小料呢。老板就说我们这不提供成品小料。哦，自己配。啊、自己配。对，我跟那放在一摞，这是现在很常见了 啊这是一排，对吧，各种碗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只有自己调出来的料，自己尝的才是最符合你口味的小料。但是我要告诉你有小料这个几种原料都是什么。那当时跟我说了，比如说这个醋啊，必须是山西哪个县哪个县出的醋啊，几年陈的啊，必须是摆在那儿。那里边用的鱼露必须是福建省哪个县出的啊，这个鱼是哪年打的。哎呀啊，出的蒙蒙吗，这不是。是就类似于就几种。是，你看见了吗，有钱人就这样吃饭，多要命。当年对对对，过得比较这个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我想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老板不太一样，因为这么讲究我还没见过。然后就跟他聊起来，坐在他就是老板，就坐我们旁边陪我们聊天。不光给你们上羊肉，还陪聊，肯定卖的贵了。啊，对对，一盘羊肉好几百啊！你看看，这都是钱。对对，没有白陪。对，然后就说起来什么呢？说起来就是好多人不吃羊肉啊。为什么不吃羊肉呢？是因为觉得羊肉膻。是啊，对，就是但凡你们碰到觉得羊肉膻的人，你把他领到我这儿吃一回羊肉，因为膻就是羊肉不好啊。好的羊肉不膻，好的羊肉是不膻的。就是说，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羊肉必须是现杀的。现杀的羊啊，就必须是阿訇下刀的。哦啊，对，是有信仰的羊。对，是有信仰的羊，有信仰的羊。然后我说那怎么分辨呢？他说很简单，他说羊肉切完片放到盘里嘛，就是尤其冷冻羊肉片，稍微放一会儿，它就化出血水来了嘛。啊，他说那就不对，那就不对。对，他说你看我那羊肉片切完了之后，我也搁在这儿，我那一盘都是拿过那盘子之后，啪把那盘子给我翻过来了，羊肉片掉不下来。然后片掉不下来，对，就很神奇。我说这是什么道理？他说就是血水含在那个羊肉片里边的，然后它那个有粘性，然后掉不下来，就是现杀的羊啊，才会这样。听着好神奇啊！对，然后我就和他，因为我觉得有意思呀，然后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就聊起来关于涮羊肉的起源。关于忽必烈当年在那个西征的时候啊，就是在。途中吧，没有饭吃，然后老板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卖羊肉的，是个八旗子弟。对对对，我问了他，就是对，他满清遗老遗少，遗老遗少。对，然后就真的，我当时从这个忽必烈这个羊肉片的涮羊肉起源开始，他给我讲了一遍蒙古秘史。你看看，当时我就我刚看完那个蒙古帝国史。我那些人物还能对得上，但是我就没想到一个人坐在那儿就讲故事一样，把蒙古秘史给我讲了一遍。那是人家的祖宗干的事儿，对吧？咱家咱这种是吧，不知道正常，人家必须得知道，打小就总有人跟他说。没错，甚至他聊了好多一个聊，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所以这就是我。吃一次吃羊肉涮羊肉的特殊的经历，吃羊肉片长见识了，太长见识了，哎呀，也是够贵的，听着，对对，那一顿饭我们五个人花了3000多块钱，你看看，这还是好多年前的事儿啊，这十几年前，多要命。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还能吃得起那些羊肉片，你也不会坐在这儿录这种节目。我那喝茶也都喝80块钱一斤的了，81斤，对呀、啊，81斤，真行啊，任老师，我天，我认识你那阵都不喝，都喝200一两的了。对，我那对回归这个原始生活，出门坐公交。哎，所以有时候你想一想，什么叫进步，什么叫发展，真的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是吧？啊，不，停，回来，羊肉片咱就别吃了啊。
这角儿在这电影里也没少吃羊肉片，嗯，而且都是机场气氛比较重要的啊的时候他在吃羊肉片，而且啥菜也不就，嗯啊，一直在那生吃，他也是真爱吃。但是姜武的表演还是就是挺中规中矩的，是吧？对对，其实姜武的演技非常的好，在这个片子里其实没有太多的展现，或者说是没给他的机会。对，因为那人物太单了。其实不光是你说姜武这个角色，这个老板的角色感觉单一点，其实你仔细想，我仔细想一想，所有的角色都是一个符号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像电游戏里的人物的是吧？漫画的人物那种感觉。对对，甚至包括他故事的那种巧合性也很强，都是感觉是强行把它夹在里边，无巧不成书。对，所以说这个电影就是看起来很好看，他想表达的东西也都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感官不是特别好的原因就在这儿。可能就是扑面而来的一些刺激，然后过后就退的也很快的。对，他不禁琢磨。你看了几遍？一遍。你就好电影，你肯定会看第二、第三遍。没错，没错。像任老师只看一遍的，那肯定不能算上他认为的好电影啊。或者这种电影，你再看第二遍，可能也不会有更多的收获了。没错，对吧？因为一些所谓的巧妙的设置哈，嗯，像我这种层次的观众基本上也都看出来了，嗯，对吧？各种所谓的一些暗示、一些象征的地方，对啊，当然有可能我没看到啊，但是基本上我没有抱太多的疑问，嗯，看完这个电影，我唯独有一点疑问，刚才在做节目之前，我问一下他为什么那个就是有一场这个宋阳那个角色把那个卖羊肉馆老板的眼睛给扎瞎了，扎瞎了。这个冲突的起因是什么？嗯，我当时没看明白。其实影片里也没太交代清楚，不就是因为他拆迁那个不签字吗？啊，所以至于为什么不签字也没说，没说。所以就是我就有点，我觉得存疑，我总想找到一个这个。答案啊，虽然也不是很重要啊。对，我觉得可能导演就想设置一个对立的两个人，但是其实在底层呢会互相帮助的这种感觉，所以这设计了一个是把他眼睛戳瞎了，对，或者说是也为了强化一下这个宋阳这个角色的他这个性格，就是一贯这种挺这个倔强，宁折不弯，对，一直就是那样的。一路打下去是吧？还是电子游戏，还是电子游戏，对，所以为什么这还不为什么像黄海？这太像了，没错，各种像是吧？对，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个电影其实用的韩国的这种动作指导的这种班底，其实我想说的是，不光现在中国大陆的，尤其是在犯罪片这个类型受韩国犯罪片影响很大，连台湾，因为最近我一直在看。就是17年的台湾电影，我的感受就是完全脱胎换骨了，和我印象中的台湾新电影完全没关系了。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目击者之追凶》啊，包括什么《血观音》的，包括《大佛普拉斯》，包括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报告老师怪物、之类的这种片子，我看了不少最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一点，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台湾电影，我们快叫新台湾电影了。但是这个台湾电影它的源头如果追的话，是肯定有韩国电影的一部分。那也就是说韩国电影整个对亚洲的这个影响还是可能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对对，或者说就是它大概这个就像我们中华文化最早孕育出了影响了日本文化，那日本文化在近代又反哺我们的感受，感觉是一样的。台湾电影最早的时候是受香港和台湾电影影响的，那么现在当它成长起来的时候，那当然还有大陆电影它现在又反过来在影响这些周边的地区。还有一个，因为我们两个人之前也预谋好了哈，也不是想把这个电影的情节完全再说一遍，没啥太大用。但是里面的一些小的我们认为有意思的地方呢，还是要拎出来说一说。没错，对吧？你看那个宋阳演那个孩子张磊的爸爸，老张嘛。他那个抢到那个装着小孩的那个麻袋了，然后藏到山洞的时候，有个镜头描写他回头看那个山洞的深处，他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没错，其实我个人是对这种设定比较感兴趣的，我也是期望会走出来一个什么人，或者是谁谁谁也想到了可能是这个小张磊，甚至怎么样，但是
稍微有点出乎意料，就是后来以那种形式出现了，就是让我想起之前聊过的那个春天的杜鹃了。嗯，因为他不是叫魂了吗？又没错没错、啊，不是有意无意的，还是确实是那个律师那个、小女孩的爸爸。对啊，呼唤小女孩的名字的时候，小女孩回头了。对，但里边还有一个设定，就是因为他那个老张他不说不出话来，所以就没把他儿子叫回来啊，对吧、啊？所以他还有这么层意思，还真是的。对，这样我还真没想到，所以就觉得哦，还能留住小女孩，还能回来，还挺庆幸的。嗯，因为有小孩出现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稍微这个柔软一点，是吧？嗯。嗯，小女孩得救了，但是小男孩就没有回来。所以他扣扣了无声这个题嘛，就是有挺多的这种突然隐身的含义。嗯，所以这个无论这个我们最后电影呈现了一种怎样的结果，是不是让观众满意、嗯、但是作为这个主人公的这个老张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没错，所以他设计的一场戏、啊、不是站在山前那山爆炸了吗？反正那场戏看着特别假，人是抠在上面的。对，山也是 P 出来的，爆炸是做出来的啊，那可能是没钱了、但是就告诉你就死心了吧，你肯定找不到了啊，就是连尸骨都找不到。但是对于我来说，如果我以我本心来看，我更希望没有这场戏、啊、因为他那种内心的撕裂感用这种外在的形式来表现，他这种表现是形式选择太低级了，是吧？太低级，太直白，莫不如没有。对，因为那种痛苦真的是，要是痛苦的话，是不需要这种外化的东西来反应。嗯，不过话说回来，你说演一个不能有台词的角色，你得多么有功力的演员才能驾驭得了啊？其实宋江表演也就还延续之前没有表现的表演，没、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他也就只能那样了。嗯，对，也定一种执拗。嗯，对吧？对，其实你说电影里边并没有刻画他跟儿子的这个亲密的这种感觉，嗯、对吧、嗯？之前也没有，没有。他也，你说他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的父亲吗？也不知道，嗯，对吧？当然，他这里面可能他埋的这个导演埋的好多想法，他不是很直白啊，包括他。这个老婆好像还有病啊，身上他那个戴面具小男孩也不说话，是吧？这些东西都 对，或者说我就觉得，嗯，导演有很多小聪明啊，小的想法都挺好的，对吧？比如说，那个孩子叫张磊嘛，三个石嘛，嗯、对啊，对，他在开头的时候落了三块石头，对对对对，然后倒下了那个小金字塔的形状，暗示那孩子可能消失了。然后到那个张武那个房间里有个大的金字塔，对对。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特别 对特别贵重的，就是有一种这种对比，就是这种小聪明挺好。包括刚才我说到结尾那个爆炸场戏之后接的那最后揭露真相的在墙上画的一幅画，对，这个细节都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前面的细节用的又不好，所以这个感觉这个电影呢，它就是还不够成熟。对，它想法有创意有点子，但是执行起来呢，它有时候会选择一些不太适合他的一些镜头语言来表现，或者说他的人物设置上还是有点小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游刃有余的感觉。对，稍微的有的地方有点用力过猛了。对，有拼凑的感觉。对，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拼凑这个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啊？它一堆好的素材，嗯啊，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刻意的加工，它也是一个道好菜，是吧？对 对, 对，太刻意了反而有可能会损失一些东西。哎，对，一定是八珍豆腐，八珍豆腐，不管是八珍豆腐，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也不知道八珍豆腐为嘛算天津菜。对呀、啊，嗯，天津菜独面筋不错。嗯，其实你说这个片子最后也没拿到多少票房，可能不知道1000万还是2000万 吧，也没多少票房，可能演员们片酬也并不是特别高。那么我们难免去关注一下这个叫辛玉坤啊，对啊，这个导演是吧？啊，我都记不太住名字，难免去关注他的另外一部电影，他的那个《新迷宫》，处女座是吧？处女座，对，好像当然我也看过啊，就感觉还是延续了一些那个电影的那些风格过来，但是比那个稍微要好看点。对呀、啊，毕竟那个都是非专业演员嘛，而且宽肩也确实没什么钱，但他花了100多万拍出来的，我觉得置景方面远跟这《爆裂无声》更没法比。
对啊，确实有钱了嘛。但是就想说呢，就是毕竟他还是这个 Force 系的人嘛 ，Force 电影节推出的这一批导演，其实我们还真挺关注的。从最早的你看那把那个黑柱啊，对，包括暴雪将至，对吧？包括这个新迷宫。就很多，其实后来我们那上次在那个点映时看那个《小寡妇成仙记》也非常好，对，就是还是 Force 电影节出了好多好的作品，对。那么作为 Force 电影节主推的这个新一坤导演，我们觉得至少在国内商业片这个领域吧，还是挺难得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说不缺特别艺术片的导演。对吧？那个有必干嘛啊？别人就可以去洗洗睡了。那么厉害，不至于啊？对，但是一直在中国，一直包括从以前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很强盛的时候，仍然很缺这种非常优良的商业片导演。现在还是缺。那任导还是把它画在商业片导演。对对对，不认为他是一个特别作者化的那种艺术片的导演，不是。但是还是挺用心的，他去寻找一个自己的一个位置吧。对，这就是可能做的，就是你把表达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这个就是说怎么去拍摄电影，怎么让观众能更好看排放在第一位，他可能关注的点在后边的点会更多一点。那么其实要说到这儿，这个话题就开始往一个另外我们其实以前也总是在涉及到的这个话题了。就是这个一部电影的这个大概的商业和艺术属性的一个比例的问题，以及对吧，怎么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注意到他，记住他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问题就是永远是个无解的问题，是个在正在进行中的一个事情。对对，或者说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网络的发达，就是说让每个人的表达能精准的找到受众，可能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啊，对，因为咱们以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所谓商业片、艺术片、大众、小众的说法，就在于所有的影片到上院线，你面对的都是同样的观众，然后筛出了大众和小众这些区别。但是我觉得未来会通过网络这种形式，慢慢的各自找到各自的受众，各看各的，互相也不影响。可能会有这种状态。因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现在就随着研究各种领域就发现，真的现在整个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就全是碎片化和分这种对分组嘛，像小组一样，这个小组的人他研究的领域大伙交流的很频繁，但是如果你不关注这东西，你就看不到他们，完全不存在一样，完全没有关系。哎，对对，是以后我觉得电影可能也会分化成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可能应该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趋势吧。对对，这样你看到的一种现象。没错，这样才能百花齐放嘛。大家都少一点矛盾是吧？没错，少一点摩擦。这不光是现在在中国这种电影面临这种情况，因为我前两天在知乎 Live 上讲了一场2017年的韩国电影的盘点。那韩国影坛现在也面临这种状况，大制作大明星加盟的这种大片占领着市场。那个独立电影压根儿连上映的机会都没有，即使上映了，像我推荐的那个《另有他路》，2000人次的票房，这根本就没有一样啊，那血本无归嘛，就是，所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可能从大的局势来看，电影市场也在走向这种同质化啊，这互相都在影响。你说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于这个片酬的问题嘛，就是我相信这个，宋阳和姜武可能都拿不到多少片酬，但是有的人演一部电影能拿好多片酬啊。不是也被爆出了合同？对对，丙老师想聊到这个话题，不是我想聊到，是没办法不看到。就是从各个层面各个渠道都有人去说这个事情。对，就是崔永元努怼这个方小刚和刘震云的这个话题啊。一般这种当下比较热的话题我是不太愿意去想去分析，因为我这脑子也想不明白，而且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表象也远远不是它的真实的这个样子。对。但毕竟它出来了。那毕竟他是有这么个事儿了，还是我们俩还是八卦一下是吧？
八卦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我那天看一个评论挺好玩的，或者其实也成为现实了啊，就是崔永元又成功的继着各种小三儿之后啊，成功的成为一个娱乐界反腐的斗士。明白知道吗？就是小三儿以前各种小三儿爆出来的各种你贪官的财产，导致贪官被双规 啊。崔永元这个事儿现在发酵的结果就是税务总局介入了，查娱乐圈的关于这个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这不也是个好事吗？对对对，这好坏咱就不知道了。我只是说，哎，他无意间促成了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搂草打兔子。哎，对。但是你要说回这件事本身，我倒是有个观点，就是看法嘛，就是说，因为从手机说起嘛，嗯，因为毕竟他们最早接下的这种仇吧，是因为手机这个电影，嗯，啊，我就想说呢，像手机这种，有一个人物原型的影片，那么如果你常规的做法或正常一点的做法，就是你如果以这个人物为原型，你就应该跟人家签合同，向人家买的他的版权。有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好像很少吧？很少，在中国这边版权意识比较淡漠，尤其是这种，你要是 不是买你的作品，对，你要不是买小说，你只是买我一个经历啊，这个这怎么估价呢？对不对？但是你是可以估价，你还记得？你记不记得有个电影叫《幸福终点站》，那个汤姆汉克斯演的，他在机场里边滞留，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在飞起飞的时候产生了战乱，所以导致他没国籍了，滞留在机场，一直在机场内待着啊。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啊，是说这个人滞留在法国戴高乐机场，滞留了20多年，据说。对，然后这个制片公司就听说这事儿很感兴趣，专门就飞到戴高乐机场找这个人，支付了一大笔钱作为这个买他这个故事。人家算是有职业道德。对对，这样的你出来之后，对方当事人叫当事人，他不会说你什么，对吧？不会跟你打官司，没毛病。哎，对，那崔永元这件事儿就在于你手机这部电影，你肯定是用了人家的身上的一些经历和原型，你又没跟人家合签合同，也没给人家钱。然后你在宣传的时候，你又刻意的不去避讳这件事儿，就是你要不然我就说你要不给钱也行。你像香港电影的做法就是什么，本片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勿那个请什么什么，就别再追我了。你要打出这种字儿来也行，在宣传的时候这跟崔永元没关系，我们自己编的，那也罢。但是你又不说，就刻意的引导观众，让觉得哎，可就是那个事儿啊，哎，对吧？就要走这种小暧昧，其实对吧？这种小的心理状态，这种很讨巧，但是很讨厌啊，膈应，膈应，对，或者说，范儿刚才也演过老炮，他是标榜和这个推崇这种做事儿比较讲规矩、讲道义的这种人，哎，讲道义，他的价值观是，哎，对对，那既然你是这种价值观念，这件事上你做这件事儿就不太讲道义，不格局了，哎，不格局，对，我们就不评判什么了，就是只是说这件事儿，如果放在他那个老炮的语境里来说，那就应该是。要不然这样，要不那样，但是你哪样没做，反正得敢做敢当嘛。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现在感觉每天都在出各种奇奇怪怪的新闻，哦，咱俩其实都是对新闻免疫的人，我都不可避免的看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我也不太关注，都知道了啊，你说，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说，这又是一种新的炒作，这个新的这部电影的一个手段，你也不能说它不对，也确实因为这个事儿，我才知道我原来又拍了个手机二。我倒是觉得，可能如果换一个新人导演的话，这可能是个炒作。那冯小刚都这样，不需要炒作。冯小刚自己，范冰冰自己就是豪门，冯小刚自己就票房保障，人不需要这样。不知道，哎呀，我就是现在回想当年看手机的。还有点印象，就是当年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个电影还有一些客串的一些大腕一些明星什么的。对，后来拍了个电视剧呢，那我就没看了。王志文演的啊，那跟他有关系吗？就是还原版的，还是原班人马嘛啊。这是王志文和陈道明演的。哦，好像有，好像知道。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吧，反正对冯小刚。我就不评价了吧，确实我还没兴趣，但是你说刘震云吧，他作为还挺有才华的一个作家，就有点差点事儿哈。对对对，哎，反正这就事儿呢，这种事儿就是，咱摊到台面上来说，就怎么都说不过去，在私底下办了也就办了。
但你就碰到了这个宋元这种，对对，像宋江一样执拗的人，嗯，哎，对，也不含糊，非得要个说法，要个说法。其实你说他要钱要什么不是，他就要个说法啊，不能这么干这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嘛，很多纷纷那个扰扰的因素，我们都得剥离开了。啊，咱们从一个人的一个观点、一个立场出发，那说得通，那就说得通，那就能够就值得认可。嗯，你不能用各种不同的就标准去评价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所以呢，就是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对，或者我想说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边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就是凡事要辩证的看。哎，这个事儿我真得爆点粗口，什么他妈的叫辩证的看，就是怎么讲怎么都有理呗，嗯，啊，就是胡搅蛮缠的，嗯，有道理就是道理，道理就是一个按照理来说就是这样，你不能给我辩证的看，凭啥要辩证的看？所以这个东西给我们留下的不好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对对对对，那我成年之后一直在避免使用这种词汇和类似的思维，啊，所以录节目也变得举步维艰，就是很多话到嘴边就不想说了，就也总觉着我说完了妈的又不对了，或者又不是我的最初衷的要表达的意思了，嗯，这也又回到最开始半年不录节目也是有这个原因，但是后来可能觉着，还是我们想的太多了啊。我有的时候总跟学生学画画的小朋友们说要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嗯，其实我在处理很多事情上也很难做到，也总是做不到啊，也总是受困扰，是吧？对啊，其实因为丙老师呢，他因为有这种教画画这种工作吧，所以说他日常生活还有出口。我为什么一直这段时间比较迷茫，就是在于我的出口离了这个节目或者其他就是关于影评的东西之外就没有出口，我平常连说话人都没有。那么要命。对呀，啊，所以才不断的去找各种出口，去写东西，去做活动，在知乎 Live 上开这种 Live， 是因为我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出口。你觉得是你表达了就可以了，还是表达了之后有别人给你的反馈更重要一点？嗯，你更看重哪个？看重你个人的表达？六四开吧。就是说我肯定首先更看重我的表达，另外也看重，对方的回馈，至少是或者我希望的是这种表达能找到他所应该有的受众。哎，又有点复杂了其实。嗯，找到找不到其实完全也随缘，对。完全不取决于咱啊，有的听众可能就听一两期就取关了啊，有的可能头一次听这个。咱不能控制，咱也不奢望怎么样，你别把这个好多事情不要想的那么重要，即使你自己知道重要，那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你说来这儿那路这事儿要做，那就做，就尽可能的做的你认为哦可以了就行了。是，其实我现在因为时间比较多嘛，有的时候也在重新评价自己，嗯，比如说。我看电影很理性，这大伙都知道，就是，我看电影很感性，非常非常的用逻辑性的东西去判断很多东西，嗯，但是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爱的反面，反面是啥呀？对，有几个反面啊，不同的反面，并不是恨啊，爱的反面并不是恨，其中有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他们管叫爱麻木啊，或者叫爱无能。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人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共情功能。对啊，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痛苦啊或者伤悲，你会产生相似的情绪，不管是怜悯还是怎么。对，那我这个人呢，在这方面的功能，你不就是省话人吗？啊，对，就比较弱。对，这点是我一直对你认为你相对欠缺的一个地方。当然，你欠缺就欠缺了，不见得就是坏事儿。但是我也就是认为我能够给你的。在节目上的一个补充就在于此。对，没错，我就缺乏这种共情，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故事或者有些桥段呢，你等打动别人到我这就完全没有感觉。嗯，就是有时候就这种有些共情的东西，你用逻辑或者理性去分析它就没有道理，它就是一个情绪的荷尔蒙。哎，你有个事儿，我这情荷尔蒙分泌，然后它产生这种情绪了，但是我就没有。
对，所以有时候啊，我想想啊，看来我是还是个残疾人啊。啊，没有没有，不是。所以说，你说你的表达希望有40%被和这个你心目中认为对的这个受众听到了，有给反馈。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电影这个事儿，这个电影导演他既然做了这么一个作品，我想他也是希望找到对的，所谓他认为对的观众看到，而且给反馈。所以咱俩在这聊半天。我都不知道，我都不太能够确定是不是这个导演要的这个观众这个圈里的人啊、嗯。当然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用啊，但是我们就是无聊的要去想一想啊，要去站在试图啊，我这个人就总是试图站在别人角度，其实根本就站不上去啊，就是挺没可能的一件事情哈。其实或者说到这，我因为我刚才跟饼老还在聊我最近在干什么、嗯、因为我最近都开始打麻将了、嗯、这件事我以前是不绝对不会去做的，因为我觉得浪费时间。一度我也这么说、现在好像稍微好了一点。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把一个人置于一个规则底下，麻将是一套规则，是一个游戏规则、对，你把置于这套规则底下，按照规则运行的时候、你是有乐趣获得的，所以也能证明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去遵守啊各种各样的规则。对、小到一个公司，大到啊，是吧？那个国家就是这样，社会他去安分于自己的位置，对，还是有道理的。对，他不去想那规则是为什么，啊、他只是遵守就行。对对，所以他是有一种稳定感的。对，所以也是一种体会吧。因为之前我一直干的都是想跳出来去看规则的人，后来发现你根本就跳不出来。嗯，对，其实以为自己跳出来了，而已。如来佛还是比孙悟空牛逼。对、然后你看人刘东红，不就是最近我总听他那歌，就是每个人都渴望什么自由的生活，就这个意思吧，但是都不能放弃没有自由的未来。你想就是这么回事吧。哎，所以我们也零零碎碎的说了好多哈。其实也是试图借着这么一个电影的一个话题来给自个儿最近的这一段生活一个标记。2018年6月4号我们录了一期节目。没错没错。这个至于以后怎么样就完全没有必要去想。对，而且我呢节目当中会查一首歌，背景里边也会查一首歌，两首歌我们都不想说名字啊，那么希望有新的观众去听一听。对，仔细认真的去听一下吧。那是不是就差不多了？没错。我们关于爆裂无声其实电影本身好像也没说太多。还是那句话啊，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看一看。是吧？什么口号类的话也不说了。因为最近口号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是吧，是的。是，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再说口号类的话了。那还说嘛，那就别说了。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再见，不知何时何日。他又在动机了。哎，对，他也在动机了。拜拜了，拜拜了，拜拜了，大家再见。
老师对我说，中国很辽阔。我的妈妈对我说，你长大了最是祖国。中国人的感觉，我的中国，你给我中国人的热血。